各位盟友还有脱粉们，我今天身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在我身后，这个就是主持人托托的家。然后依现在时间来看呢，托托应该还没起床，我们今天有发家的通告时间给他，所以他现在应该还在睡觉。待会这扇门我打开之后呢，各位脱粉们，你们即将可以直击你们最爱英俊臭脸的托托，刚起床，素颜，水肿，可能还带着马赛的样子哦，赶快直击。我按到电铃，他在这里，托托啊！托托，今天大家来看你喽。没关系，素颜不好意思是不是？托托啊，他在蹭我，他在蹭我，托托。是发你的时间比较晚啦，真的。你看，大家都来看你了，多多，多多来，是干妈。闹脾气，闹脾气，你们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阿托啊，阿托是。他在沙发后面。多多没关系啦，这个就是托托的家哦，托粉们。你们平常看到托托的日常都是在这里发生的。托托他躲在沙发下面，阿托啊，而且他卡车又露出来了，我来摸他屁屁，摸他屁屁，来来跟他秀啦，哎呦，哎呀秀秀呢，好不好嘞？不要生气，对不起啦，只是晚发你一个小时啊。好好活鱼活鱼，各位托粉们，这是你们第一次看到托托脸上还带着刚醒来的巴塞，都没有擦。托托啊，不能看是不是？不行哦，推推啊，不高兴，不能看吗？啊，不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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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落荒而逃，生气，你看生闷气，多多，多多，他和好了吗？完蛋了，托哥好像真的生气了啦！但死都不现身的托娘，我也打算来个大公开。看到我身上的托托，在我后方那个背影，就是托娘，不露脸，托托与托娘。第一次一起入境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托托，要吃罐罐吗？要吃早餐吗？干妈漂不漂亮？嗯，现在回答，回答，为了罐罐屈服。托托来，托托来，来吃早餐喽。好可爱哦。托托啊，吃早餐可以摸摸吗？摸，坐着吃啊，站着吃消化不好。托托啊，脸太扁啊，你这样大家都拍不到你的脸啊。托托快点，吃完上工了。哦，托托 ，Go， come on， 托托。OK， 下一个通告来宾已经到喽，等你吃完准备要上工喽，好不好？这话说托托家还真舒适吼，玩乐跟生活所在根本就天堂啊！难怪每次外景都在那边三求四请还不肯出门，一切都是因为家里实在是太舒服了啦！哎，但是住豪宅还是要付水电费哦，认清事实，赶快着装上工吧！阿托醒了是不是？OK， 他确实。我说既然要上班，那上班之前好像要运动一下啊，让自己的身体整个醒来，立刻运动运动。托托，这个好像不是这样玩的，不？阿多啊，等一下啦，不是这样玩啦，哎，我拿，干妈拿，干妈拿，哎呦，早上怎么会有这么灵活的小鸟啊？运动，早上运动，快点。平常这个是托托自己在家里的样子。
大家很少可以在节目上看到的哦，都只有托托的娘，托娘自己的私人福利。你蛮灵活的嘛，你平常在工作的时候笨笨都是假的，笨笨都是假的，笨笨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讲，讲不得。史努比啊，我是史努比啊，快点！哎，托托，你真的是很夸张。你看，它就一只猫而已，这边有一组跳台，然后猫屋、猫屋、猫屋，然后跳台，还有吊床，上面还有一个窝，这边还有一个外出笼是怎样？全部都是托托的东西。托托啊，托托来，今天的哦三件好多，请问今天的主持服想穿哪一套？嗯。他根本没有觉得今天要工作啊，换衣服了，换衣服，等等呢，来，托托来，哎，今天工作帮你换帅帅呀，托托是帅警长，对不对？来，帽子，乖，托托啊，换衣服不能睡觉哦，帮你换好衣服了，来。各位托粉们，托托准备就绪，上班喽！金蝉脱壳，金蝉脱壳，脱壳！怎么啦，托托？去救他！好了好了，干嘛秀干嘛秀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！你看，刚刚帮你戴帽帽，你不好好戴吧？是不是有点丢脸？没关系，至少你看不到大哥在秀你。来，换衣服，换衣服。好了，救！好了，我会换，我会换哈！直接脱脱猫计划终于大功告成。在经历神速的用餐、出门前的小运动，还有惊险的换装之后，我们要展开超萌的一天外景计划喽！啊，今天陪伴我们的大来宾会是谁嘞？去采访的是一只猫咪，可彤自己是养猫还是养狗？我有狗也有猫。你有狗也有猫，你是猫狗人哎。你的狗狗是柴犬，柴犬。而且人家说柴犬就是狗界的猫，你是爱理不理的。但今天要采访的这一只猫咪，它的才艺我必须说，节目从来没有出现，前所未见。没听错，前所未见是节目第一次全新发现。这只看似一般正常的猫，它有何前所未见的惊人举动嘞？跟我来，你将跟我一样惊到辣尾海。安安，生气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胖胖对不对？你是胖胖吗？我是。他一直在说话。一直在说话，胖胖，要去哪？去钓鱼了。对，你知道胖胖的才艺啊，不是玩逗猫棒哦，也不是玩捉迷藏，也不是像托托只会臭脸跟睡觉，他的才艺是钓鱼。我把它拿下来吗？伸手，放进，啊，用两只手，好可爱。这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最可爱也最不可思议的才艺了。他的才艺是钓鱼，钓鱼，他迫不及待了，是不是？迫不及待，胖胖要钓鱼了吗？要，今天有想要钓几只？也都也好。一直在说话呢，好，让我们跟着他，好，走，出发。他有他的自然的功力，去钓鱼哦。真的假的？自然的功力哦。该不会他游泳吧？直冲，他直冲哎。
每天都会这样固定时间，他八点多就来这边来巡逻，八点多就会来这里，他就会过来。好可爱呀！早安，早安，你们好。所以胖胖啊，你今天选的好位置是这里，是不是？他就坐在这里了。他是看看别人钓鱼，哎，我真的会抓鱼吗？你要干嘛？走到渔网旁边，他在等，在等，是呆吗？等人家钓到他就给你这样，呆。等一下，叫他妈的，虾米？刚刚妈妈说他在等，他等人家钓到就会给他吃，虾米啊？胖胖妈妈，他是走自然路线的，他根本没有要自己努力啊，他是要吃别人钓到的。他的绝佳妙计就是，他就是讨好人家，人家钓鱼给他吃。你看那个短短的尾巴在那边，尾巴超可爱，扭扭扭，麒麟尾，嘿，短的麒麟尾这样，好可爱哦。胖胖今年几岁？应该有十岁左右，因为他是去年过来，他有十岁了，他才来这边一年呐，放生的嘛，哦，然后遇到你们了这样，对，他就过来这边，就来吃鱼，吃一吃就不怕人，原来来就留下来了，互动就很好这样。这样钓客会不会压力很大？就一直觉得左方有一个炙热的视线投射过去，大哥你回头看他一下，他手紧紧的。哎呦，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的错觉，他一直在看那个浮标，对，远方，他盯着，哎，他一直在看，然后那个短尾巴一直摇。胖胖啊，胖胖你好有精神哦，通常我们家托托啊，只要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大概超过三秒他就是睡着了，但他不是，他是眼神犀利哦。这样钓客会不会压力很大？就一直觉得左方有一个炙热的视线投射过去，大哥你回头看他一下，他手紧紧的。哎呦，为了胖胖，拜托让我们钓一只鱼吧！我人生第一次这么想要钓到鱼。对啊，如果是自己吃就算了，现在会觉得我有一个娃要照顾。而且我好怕胖胖没有耐心哦。我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正在等。怕他觉得我们两个太逊，就去隔壁间了。可以的，胖胖不要走，胖胖加油，看着我们这一杆，这个是不是 OK？ 哎，好像有，有吗？拉拉看，拉拉看，快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！不行，救命！我要拿下来吗？不要！我不要拿下来，是不是？我就。伸手！放低！还有两只手，好可爱。我也以为要钓的，你也以为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胖胖虽然不会钓鱼，但是是捕鱼高手，对，厉害啊！咻咻，就抓到了。再钓一只，对不起他。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你好厉害啊！那看你怎么吃，哇，吃好快啊，好不好？赶快，要吃干净来哦，那不能糟蹋粮食了。对啊，妈妈说要吃干净哦。对，他说拜托，哥最会的就是吃干净。哦，这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最可爱也最不可思议的才艺了。胖胖平常就在这边寻鱼池。对啊，那他会自己回家？会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有时候就在这大石头上面睡觉。睡觉。他有没有过很晚不回来的？他晚上都回乡家里那边啊，就会回去。哎，对，他刚刚踩了一下我们的钓竿，然后继续啊 ，stand by 哦 ，stand by 哦。他这样知道哦，或指甲这样摆哦，做好好哦。他说快点，哥还饿，快点，可彤，快点，马上，那个尾巴，就是快，我饿，今天只吃两只而已，赶快，速度快一点，监督，饵有没有勾好？再钓一只给。哎，好像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来看，哎，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大，对吗？还可以吃吗？这边，胖胖，这个比较大，你要吃吗？你敢吗？还在看呢，还没有过来，太大了吗？哎，他要，你要吗？要。他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怎么可能钓到这么大只的？你在怀疑吧？这是真的吗？先试试看，是骗哥的吧？你拿下来，我也不要哦。真的假的？我把它你拿拿看啊，你拿拿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
你真的不要吗？我放在这边吗？就过来了。哎，是不是有点欲拒还迎的感觉？你真的不要吗？胖胖，我要放下去哦。我真，给你，害怕害怕，很大只哎。明明就两要吃，刚刚还吃了一身。没有，对不起。哦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是我不好。你说刚开始他都没有办法摸，他没有办法摸到。嗯，那既然一开始都没有办法摸到他或是抱到他，怎么还会愿意让他住在这呢？就是我晚傍晚的时候有收一些鱼嘛，小鱼他就来吃，来吃，久之就觉得说啊，应该可以在这边住下来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到底，胖胖就是来这边骗家骗家骗到一个家，真的骗吃骗喝，对呀，好感觉。胖胖，我们钓了两只呢，有没有说谢谢？有没有吃了两只啊？对啊，哎，厉害吧？两只呢？说谢谢去别的地方，没有啊，吃完了，没有要说谢谢，他说这是应该的。知道那边的。很强，对，那个人很常钓到。对，不是这一幕，我真的是好想让托托看到哦。对啊，托托嘞，不是说要让托托来学？对，因为今天亲眼目睹才对啊。这可彤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本节目的托托呢，通常都是在最后关头才会出现。真的，因为我们看胖胖也差不多了，也钓了两条鱼给胖胖了。接下来就是要让托托正式上班，来跟胖胖见面当朋友。托托。托托还有精神，阿多啊，好可爱！我来，托托，胖胖想要去看你的钓鱼，托托，你看看他，胖胖啊，你看这次托，胖胖想去那里，魅力托第一次被人家撇头不理会，胖胖，你看托托，你看托托，你们两个都是虎斑啊，你如果跟他当好朋友，有吃不完的鱼哦，他每天带你吃沙西米哦，对啊，要不要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凶人家，你不知道人家平常吃什么的吗？太生气！你看那个毛都竖起来，你看这样不行，两个男生不行。平常我的确会陷你于不顾，把你丢过去，但今天胖胖就非常强悍了。他是睡觉。胖胖可以教托托看着一个地方五秒不闭眼吗？来，一，哎，啊，三秒就睡啊！太夸张了。我们爬树。胖胖有猫咪朋友吗？他有女朋友。朋友，他不只吃生鱼片，还有女朋友。对，怎么赢过托托这么多？不是，怎么胖胖是人生胜利组呢？胖胖，托托，他躲起来，躲起来了。哈哈，他现在有躲起来了。之前有这么爱干妈吗？你发现社会的险恶了吧？在野性十足胖胖钓鱼才艺表演之下，我们带托托出来见面，他还是依然见不了世面，躲在干妈的腿上。但至少这一刻让我感觉到托托好像某个程度还是爱我的。托托啊，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吧？拜见了大学长胖胖，终于知道世界有多大了哈！现在才知道罐罐里的美味，本尊模样可是活跳跳的嘞！啊，我不指望哈你哪天会抓鱼，工作的时候不要耍大牌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啊，看完大学长后，现在要去拜访大学姐喽！这位风靡海内外、主持经验堪称是全国宠物界第一的 Q 奖姐姐，我来参见你喽。Q 奖平常最爱待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小叶姐办公室，这 Q 奖邀请我们进去的哦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喽。来了，快讲，谁来了？可以吗？不要吃。真的吗？可以哦。很好吃哦。OK， 好，子，好，坐下，来，起立，子。你不像小孩哦。那你在他耳边吹气。好可爱哦，这是在节目上看不到的状态。他好乖哦，就坐在门口迎接。对，他平常就那么淡定。就这样，我们就算晚来一小时，你也是坐在这边，是不是？对，他长得像雕像。对，长得像雕像。今天带着宠物大联盟的联盟一哥来了，他虽然是联盟一哥，但是今天是要跟中天宠物资深一姐 Q 奖正式参拜对决吗？对决是谁 ？Q
Q 酱，里面有猫咪，有没有闻到啊？Q 酱 ，Q 酱酱，哦，猫咪给它吃了，给它好了，有吗？给它吃了。Q 酱平常对猫咪是有兴趣的吗？它小时候其实对猫有，小时候其实对猫有兴趣，可是走了，走了，不是偷偷，偷偷隔着网子，还是吓到 Q 酱了。偷偷，我跟你说，它是中天宠物资深一姐哦。你知道你刚刚吓的人是谁吗？因为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一姐在那边，姑娘推倒他。姑娘叫，姑娘来，过来，姑娘过来，好吧？姐姐，姐姐，你就带他划过船呢。你有带他去划过船？有，跟我的托讲的。托讲，记不记得姐姐？我在摄影棚远远的看着你。哥讲讲，哥讲好有个性。可以给他小饼干吗？可以啊。嗯。哥讲。可以啊。哥讲。哥讲。哥讲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坐下。坐好。坐下。坐好。坐下，姐姐给他吧。哇。好优雅，它吃东西很慢，就是这样慢慢的呢。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，说，哎，Q奖的主人不是小燕姐吗？对啊，常常遇到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在这边正式跟你们那个介绍。Q 奖跟小燕姐非常的要好，但是真实 Q 奖的主人是我右边这一位，是小燕姐的助理，她才是 Q 奖的妈妈。对，是吧？但我常觉得，因为小燕姐每次来办公室，她都会黏着小燕姐，她看到小燕姐会跳。像每次我们去中天录影的时候，她都会去跳着迎接小燕姐。嗯，她很喜欢。可是这件事情哈，托托，我真的是跟你说，你最好是好好学着。你知道干妈在这个节目有多重要吗？托托。Q奖好冷静哦，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觉得啊 ，Q奖好像就是只会很淡定的坐着，还有很专心的睡觉。嗯，但其实他知道我拿着零食，他其实是会才艺的哦。对，他会有些才艺啦。妈妈身上背的是那个训练包啊，零食训练包。因为他也是治疗犬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常有，还是会训练。太好了，有固定在北投国小服务。嗯，对对对 ，Q 奖奖换手手。换手手，好棒的，好棒的，好棒的，握手完了。大家有时候握手会很敷衍，就是握碰一下，然后手就弹开，趴下好不好？趴下，趴下。哇，好乖啊！他好稳定的坐。他其实我喂的东西他会不太爱吃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其实对他很严格哦，所以别人喂他会觉得别人喂都很好吃。对啊，他做的比较积极，对呀，明确又快速的，棒哦，好棒！好来来来来，给江江，给江江，我有，给江来这里，来这里，好了，这里坐下，趴下，棒哦，好，先吃一个，OK。Q奖转，不要 ，OK。他想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 OK 了？这样等，等，没有你叫他，我可以让他不要吃。真的吗？我拿这耶，他可以不吃，对，哦。喏，不可以哦。好香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。喏，很好吃。喏，怎么可以呢？可以哦。训练。喏，也很专注哦。不可以哦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肉肉啊？好了 ，OK。哦，加芝麻的。对，因为这个其实也是。这两好像都需要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怕吃到不能吃的东西，或是人家乱喂？对，Q奖还会什么可以秀给我们看？它鼻子可以顶东西，稳定吗？太好了，我最爱看这个，因为它稳定度高。对，要等哦，等哦，等等哦，不是这么好吃哦，天哪，等等哦，哇塞，偷偷在吃。出来看一下这一幕的，等等哦，等等，他抢到一颗了 ，OK， 辛苦了，好吧，等下再去。有一些人会觉得要训练狗狗等等这件事情好像很残忍，可是其实这是让他们稳定度慢慢增加很好的一个训练。对，所以千万不要心软。
千万不要新人。他最觉得你的食物比较好吃。对，是的。可以加，那我还可以请他做什么？我不晓得他愿不愿意，他因为他其实他可以起立做动作。可以给我点零食吗？香香香香鸡肉条，给尖尖过来。好了，别的比较好吃了哈。嗯，宝狼看好了。好，来，可以讲来，走。Good， 好棒棒，走。跟晶晶，走。对。走，好，坐下，好棒，来，起立，起立。Good， 好棒。嗯。好棒。嗯，好了。所以平常 Q 奖都是在这个地方迎接大家吗？迎宾吗？对，他有时候会在这边，然后但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小燕姐的办公室。嗯，我先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请问小燕姐今天在吗？今天没有。那小燕姐如果不在的话，又刚好因为是 Q 奖平常很爱待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不免俗的当然要进去看一下喽，好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好，今天带你们去闹一下。小燕姐今天一整天都不会出现吗？应该是不太好了。那耶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想要偷看办公室，只是因为那是 Q 奖最爱的地方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必须去探访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，带你偷偷去，带你偷偷去，进来进来。可是你真的很 over， 那你在他耳边吹气。试试看，就讲就讲。然后那段剪掉。进来进来，来来来 ，Q 酱，不好意思打扰喽。小燕姐的办公室，赶快多吸几口气，说不定主持功力会大增。超多狗狗的耶，狗狗动物，然后抱枕也全部都是狗狗。对，因为小燕姐最爱狗。嗯，然后这边这一整排都是狗狗收藏，墙上有好多它的照片，然后哎，左边全部都是狗狗。这张桌子就是小燕姐的办公桌吗？对。这张椅子是小燕姐平常坐的椅子。对。我没有勇气去理解他，我眼观就好。哎 ，Q 奖你好自在哦 ，Q 奖 ，Q 奖，你知道一般人进到这一间办公室，就只有他可以在那边随便移动，都是蛮立正的哦。Q 奖 ，Q 奖奖 ，Q 奖，妈妈来这边好了。Q 奖平常会一起待在哪边？他会喜欢待在这个桌子下面，对，桌子下面。哇塞 ，Q 奖。你进到这一间办公室，竟然这么悠游自在。如果小恩姐现在在里面，我们两个应该是紧张到不行。天哪！托托啊，托托，自己想出来就出来哦。但我跟你说，这也是小燕姐的办公室哦。你知道这几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虾米？他其实他其实都任我摆布。好可爱哦。平常在节目上都没有认识到真实的Q奖，是冷静的趴在那边。Q奖奖，我们来抱抱好不好？抱抱。什么可以正面抱？对啊，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正面抱，还是只有妈妈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吗？哎，要不要抱一下正面抱？你来，你来，正面抱。正面抱对每一个主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哎。哎呦喂！小孩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小朋友。那你在他耳边吹气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好性感的动作，这是一个机制。对，开卡可以开关。这个耶，只要在耳边吹气就会亲亲。好，这好不一样。托托，你可以吗？哦，托托跟干妈正面抱，正面抱，然后耳朵吹气。铁头，对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一定要抱抱他才会耳边吹气情吗？试试看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他好像是觉得怎么会有怪风？就这样。他也喜欢挑人吧？挑人，换你换你换你，
些真的是平常在节目上看不到的。对，今天我们有备而来，准备了各式各样，不管是狗狗喜欢玩的，或者是猫咪喜欢玩的，每一样都可以让狗狗或者是猫咪发狂的喜欢玩。我们来挑战看看，看看 Q 奖究竟是不是偶像包袱呢？首先，第一个要瓦解 Q 奖包袱的就是每一只狗狗都疯狂爱的咬咬。哎，这个啾啾应该 OK 吧？应该听到就会，对不对？来了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妈妈露出这个笑容？因为我觉得他不爱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你看，看看，不可能！我觉得不行，不行。你今天不是有带一只，对不对？我有带大的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一起一起。我有带一只耶！一起。你也要一起加入吗？一二三。他觉得你们好可怜，好可怜哦。我都有点流汗了，喜欢，我有点流汗了，我竟然完全不会说，我都怎么会？哎，第一个咬咬就失败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再来再来。不可能，还有什么？不可能，花圈要怎么玩？这个花圈在我们节目上是非常有名，因为也有一只彩彩，它叫做信奖。信奖，对，某一天它看到这个花圈之后呢，就完全失去自己的矜持，然后疯狂的追着咬它，然后想要把它带走。所以这个花圈有神奇的魅力，而且是彩彩必爱。真的，我自己说的。对，来来来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。信奖花圈来了。漂亮哦！哇哦！不行，妹，你运动的，你运动，你来，你来，你运动的。好漂亮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哇哦，好想咬，好想追哦！要玩要玩！怎么可能？不行不行，因为这些太静态了。看我今天带的，我今天带的。飞盘是什么？这边可以玩飞盘吗？小燕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在你的办公室里试丢一下飞盘，为了免责，我们一个，我要 Q 奖妈妈一个。好，没玩过哎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可是边境系列都很爱哦，豹哥啊、动蒜他们看到这个也是疯狂，所以 Q 奖说不定，看他是不是有兴趣，一起丢吗？妈妈妈先好了，妈妈先，看看，我去。对，突然捡，可以捡回来，拿回来，好可爱哦，拿回来，捡回来，他是，真的，他喜欢，不会叫，要把飞盘捡回来。飞盘捡完，飞盘捡我们成功发现他喜欢飞盘了。好，你看是不是有渐入佳境？果然他不喜欢太世俗的东西。再挑了吗？没关系。接下来要跟他玩什么？接下来当然就是这个啊，逗猫棒。对，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猫咪会玩逗猫棒，柯基、九九、大大他们可是玩这个玩得不得了。对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，准备好了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这是什么？全世界最活泼的逗猫棒 ，right now。呀 ，Q 奖！呀呀 ，Q 奖！等一下，没关系。逗猫棒虽然失败，但是有个比逗猫棒再更深一级的东西，最高阶，托托最爱电动蜂鸟。Q 奖有看过这个吗？没有，妈妈也很好奇。准备好喽，三二一 ，Go！ 哎，柯奖，那个在看，柯奖在看，偷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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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克制不了了，偷偷偷，那是我的。偷偷偷偷偷偷受不了，偷偷我给你看了，柯奖，偷偷这是 Q 奖，借 Q 奖玩一下，偷偷偷偷，你刚刚如果这样抓你就对了啦。Q 奖 ，Q 奖还好，还没反应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队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队长，你看，所以他有点不喜欢。不错啊，托托太可爱了。好了，看托托这样玩，托托在练拳击的感觉。托托这样玩是也蛮猛的啦。好了，让你秀一下，让你秀一下。好可爱。那个资深宠物一姐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怎样？听到这个名号吓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她是一姐啊，我忘记了，有点失态了。不行。
还有什么东西？大家都知道，拥有百万人气粉丝的九九大大，大大只要听到，哎呦，休息就会整个发疯。Q 奖有自己的关键字吗？吃反番，或是总总？那你刚喝奶奶？奶奶？嗯？要麦克风，要麦克风，要麦克风。Q 奖，喝奶奶，喝奶奶，喝奶奶。他有点好奇，好不好？好像有点好奇。喝奶奶，喝奶奶。不是，怎么喝奶奶加上 echo 这么好笑？欢迎欢迎欢迎，喝奶奶。Q 奖，喝奶奶，喝奶奶。偷偷那是小燕子的办公桌，偷偷。真的，谢谢姐姐，你就带着划过船呢。没有带着划过船，跟我的破奖一起去。谢谢姐姐。自己是养猫还是养狗？我有狗也有猫。你有狗也有猫，你是猫狗人呢。你的狗狗是柴犬。谢谢谢谢。绝对素洗，摸起来就在。兔兔，你真的很 over， 你夸张到一个不行。兔奖，兔奖，兔奖，太蠢了。兔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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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指令，他会更听话。兔奖，和妮妮，坐下。兔奖，趴下。啊呜。他真的疑惑哎，对啊，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其实比较喜欢玩益智的游戏，益智好像是什么？一加一等于旺旺，但是他比较喜欢玩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这个就是可以把零食扔进去，然后让他自己找。我想看，有啊，有兴趣。哪里？这边，这边这里。啊，在哪里？自己找。哦，这就是他的益智游戏。对。哎，有哎，他会玩呢。明显有兴趣多了，兔兔也想要玩。兔兔，你要怎样？兔奖找到了吗？在哪里？兔奖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还有一个没找啊？哇，感觉他如果是人类的话，他就是资优班的学生。兔奖在哪里？还有你们在哪里？是可以。哎呦，找到了！找到了！哇，好认真玩哦，他好认真玩哦。对，这个，这个是扭蛋吗？在怎么玩？这不是跟球同样的道理？对，哦，就是放食物进去。对，去，你想去，这样他就会玩。是要食物啦。对，但你就会让他有动力去动，他就会去动的。对对对对，好方便哦。科长，哎，科长打开了。啊，今天科长真的是超高智慧哎！天哪，今天在我。非常幼稚的揣测之下，认为 Q 奖只是有偶像包袱，所以在节目上面啊，对任何事情都不为所动，跟很淡定。我这样子怀疑他，我在这边道歉。对于我带来这么多幼稚到一个不行的玩具，我抱歉。原来 Q 奖，Q 奖真的平常都是很冷静的孩子呢，不喜欢动动脑，对，吃东西。但是像这样子的益智玩具，我其实很推荐给一般的主人。嗯，好可爱哦，这是在节目上看不到的状态。超可爱。就这样，那最后跟托托一起来见面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虽然我们带了这么多幼稚的玩具，但是我觉得至少很赏脸的是 Q 奖没有弃我们于不顾。对，至少飞盘啊，飞盘算成功一半嘛。蜂鸟也有点兴趣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应该还 OK 啦，然后至少我们也看到了一般观众在节目上面看不到的 Q 奖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太可爱了，托托也可以吗？托托，托托也可以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采访 Q 奖非常的开心，谢谢 Q 奖还有妈妈，谢谢托托，我们回去再算账。淡定的。
的 Q 奖，优雅的 Q 奖，沉稳的 Q 奖。今天我们见识到宠物一姐的风范，也成功带大家入侵小燕姐办公室。啊，就在托托准备收工的时候，嘿，这画面是啊，对，我们外插了一个帕啦。大家还记得先前节目中发生的小桥段吗？啊，我来帮大家回想一下哈。Q 奖太好了，谢谢。啊呜。姐姐，你说带去划过船没有？带去划过船？有，跟我的托奖。姐姐，你记不记得姐姐自己是养猫还是养狗？我有狗也有猫。你有狗也有猫，你是猫狗人哎。你的狗狗是柴犬。这里真实是林可彤平常会收工之后遛狗的地方，然后这一只是 Toro。马吉真的是他平常遛狗会遇到的朋友，这些都是真实的生活。过来，他就是偷了啊！你不要偷了啊！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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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。做海板，做海板。OK，OK，OK。好认真哦，好像还不错，好像还不错。其实跟 Q 奖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那包零食会不会太大包？太大包。好大，好大。哦，啪啪了。啪了。哦，等等哦，等等，等等，哦，等等哦，哦，等等哦，等等哦。OK。OK。好秀气哦。不是，他现在正式有一股要跟 Q 奖拼了的感觉。现在秀一个 Q 奖没有秀过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啊呜！还唱歌，这个好强哦！这个超强的，任何人他要啊呜都可以吗？可以，大部分都可以。真的吗？特乐，特乐来，特乐坐下，坐下哦，坐下。坐下，好棒啊！拜拜，哇，拜拜！哎，他怎么都是握手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来，我要试那个大招 ，Toro 即将使出大招 ，Toro 准备哦 ，Toro 啊呜，啊呜，啊呜 ，Toro 啊呜，啊呜，好棒！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好棒！麦克风来，麦克风来了。这是最大声的吗？他啊呜！他歪头在听耶，好可爱哦！啊呜！好大声！对啊，他啊呜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给给给！你用这个，你用这个麦克风叫他会歪头哎。对啊，Tor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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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他歪头，我困惑，太可爱了吧！Toro要不要用麦克风啊呜？Toro，啊呜！Toro，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听到自己声音有点怪，又。Toro，Toro，啊呜！啊呜！没有，后面没有人，后面没有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只有啊呜有用吗？还有，他会喜欢听到一些奇怪的音乐，嗯，他也会唱歌，然后或者是他会这样歪歪头，就是他在 YouTube 里面如果听到狗狗的声音，他也会一直歪歪头之类的。Toro 啊呜！有点沙哑了，宝宝。啊，好棒，好棒哦！还好有来看你，你好棒哦！唱 K 的狗。对啊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我想看他们合唱。算是
一个临时被追加的状况，我觉得非常的满足。请问大家还享受透了演唱会吗？需要安可吗？透